赶快哈，一连串的哇，嘛是非常的丰富哦。继续为咱大家各类的推辞安排的，可以来介绍我们下一位高标 model 的身材，来由我们的姜文为咱肯定是贵宾呢共同的一个安排喽。带来我们的歌曲，继续跟为咱肯定贵宾来给进行的可以喽。来介绍一下我们带来第一首歌。哎呦，为咱肯定是贵宾呢哈，共同呢过来给进行哦哈，来看到咱肯定是贵宾，有东西看到咱肯定呢，哎，当时呢哈，弯弯的人气，人气特别带来财气啦，好，就对咱肯定贵宾呢，哎，两等一定大吉大利哈，大家都大发财，有福气哦。那为咱肯定是贵宾呢，安排的咱李千娜的这首歌曲《心归归》，相信大家看到伊，真正心归归，非常的开心咯。谢谢。好，来给我们的姜文为咱大家安排《心归归》，算了。给大家看，爱着你无下度，人讲感情的路莫勉强，是你错，是缘分。啊，不过他，不过他唔回来呢啊，但足久的呢，拢回来啊。啊，不要无聊啦。你有知影个只偌济？来个只做着偌欢喜的，来你讲发表者。阿千呐，志成哦，来哦。哎，拢你朋友呢？来做我。你到底是真个呀？准备要搬来就对了。伤心怕难了，那未来是几次的？需要思念思念的，我的阿弟 baby， 你来看我的手好不？难了，家己念嘛念亲戚，我袂阿袂像天，哪个是才会当爱我？哎呦，我叫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一寸好比冰山。难了。我跟你讲，遮哈侪人，今仔伊拢买保持形象，唔是我无形象才话紧。我以为，我跟你讲，前面只有真相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今天娟姐排他来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娟姐有排你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因为这是胶博二号靠边站的、啊，今天。